耶、yeah! ！我们在哪里？华山西医馆。我们今天呢，就来参加宝城蜜味幸福制造所嘉年华活动，里面非常多丰富有趣的内容，可以全家一起来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从9月1号连续4天，这是一个专门举办给像我们这样三明治家庭的活动。什么是三明治家庭？不知道，就是夹在中间，上有老，下有小，两边都有照顾的压力，非常的需要适当的释放压力。宝城咪味幸福制造所，不能只有我幸福，全家都幸福。对，但是幸福呢，需要有智慧的来创造，需要有知识，好不好？我们现在马上，话不多说 ，Go！刚看，我以为它是一时一时那个缝会很大，没有，它缝很窄，很窄哎，它是玩认真的。我要玩。是普通的电流直击棒，它分了三明治家庭，就是4大一体。对三明治爸妈来说，你知道这些都不太容易。我只能养你们到高中毕业，加油！社团三明治族的小天地，让你觉得不孤单，大家一起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交流。宝城人寿呢，是台湾第一间关注儿童保护的保险公司。到了拍贴挑战赛，三明治家庭人很多，开始了，他开始了，开始了，有有有，再一次，3，看镜头，稍微再过来一点，耶、yeah! ，可以，很不错哎，我必须说，这是我们今年遇过画质最好的拍贴机。你出力，宝城负责出钱，要目标是1000块。哇，我准备好了，可以看我喽！加油，加油！我要你公司加油。我很想挑战的，这就是训练反应的，好不好？开始哦！下来都看不太清楚，有抓到，有抓到。哇！哎，还可以吧？今天最强是不是？今天还没有太多人。我好紧张啊！加油，加油！我们不是说要来减压吗？我怎么觉得我们压力变很大啊？很紧张啊！看别人压力很大，自己就很舒压。我觉得蛮好玩的。哎，这边游戏很好玩的，单纯来玩游戏都可以来，真的，这些关都很好玩。很好，推推推。保护海洋，哇！不止保城，还保夹哦。夹娃娃苦手，赶快来这边赢得成就感。他们就待在这里就好了。我完成任务了。
在来的时候要输入养小孩很难，好不好？我们先让养小孩很难变大。超好玩耶，真的真的走不了耶。孩子放电，爸妈充电，因为透过这个嘉年华真的好好的认识了一下自己。宝城人寿在每一个关卡都让你思想三明治家庭的爸妈应该要关注跟了解的议题，真的有一些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也才认识到宝城已经175年了，历史悠久，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他有理赔，那就是这四天一起来宝城咪咪幸福制造所一起减压乐活。这支影片已经结束了，如果喜欢我们的话，请按赞、分享、加订阅。我们是100种理想，拜拜。